多謝主席。多謝主席。咁當然係我亦都係好似陳偉業議員咁咧，係建議削減呢、這個特首辦嘅開支。咁其實特首辦嘅職能就陳偉業議員講咗，就係即係支援呢個特首施政啊。嗱，你睇一睇特首辦喺過去嘅一年做咗咩咧？咁樣咁當然我哋就要從呢個特首嘅行為係講起啦，係嘛？特首作為一個喺基本法底下攞到權力去代表香港嘅人，第一樣，我今日去睇醫生，咁啊，醫生話你腳整到成半年喎，好翻喎，就半年之前咧，就發現咗，即係發生咗一件事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喺呢個會裏邊咧搞到沸沸揚揚嘅，就係呢個特首一人去決定唔俾牌人哋咁樣樣。嗱，點解我特登攞出嚟講咧？嗱，其實呢件事有兩個因素，一個咧就係、是、我將會講到嘅行政會議嘅問題。咁我而家唔講，因為行政會議我未講到到要減佢啲人工。而家淨係講特首辦。特首辦喺整個過程裏面有冇幫助到特首去做一個適切嘅決定呢？我真係睇唔到。特首日理萬機，我都話佢係呢個援交特首啦，係咪？即係佢嘥咗好多時間咧，係去大陸裏面咧，去所謂發展佢嘅商機，即係佢話俾大家聽，係翻去大陸嗰度揾啲商機俾我哋。咁所以其實佢喺香港留喺度處理政務嘅時間咧，已經係相對咁少嗱。咁我想大家諗一諗，既然特首留喺香港嘅時間係咁少嘅時候，咁嗰個特首辦公室係做乜嘢嘅咧？係咪？即係個主人都唔喺度啦，咁嗰啲被捕有咩做咧？嗱，正喺呢一點上面咧，特首辦公室如果佢唔去改變佢嘅制度嘅話咧，即係從制度上講，已經係不敷應用。點解咧？我又唔信呢個鄧亮星可以將成個特首辦公室咧，就搬住跟住佢咧，係搬去大陸或者搬去佢任何嘅地方。換言之，就係話特首辦公室變咗一個同以前特首嘅辦公室大不相同嘅機構，即係話佢幫唔到即係當特首離開咗呢一個香港嘅呢一個司法管轄區嘅時候咧，佢係幫唔到特首嘅。呢個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咧，梁振英喺過去嘅一年裏面咧，係犯嘅錯誤咧係層出不窮，就講呢一個一個人去決定呢一個唔俾牌啊，呢、這、一個HKTV 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本席喺呢度曾經問過一個好簡單嘅問題，阿黃光而家喺度啊，咁你又知唔知咧？我又問過一個問題，就係話我想請教。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司法管轄区里面有没有是用一个元首呢是去决定给不给一个牌给一个电视台的呢？没有的。是没有这件事的。是不会发生的。实际上面在这个这么敏感的问题上面到今日特首都仍然是没有对这个这件事进行交代。我亦都奈他不何。咁你主席，我哋呢個咧就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冇人能夠去提醒特首。我問咗一個問題，係全世界都冇嘅，即係話即係個元首去決唔決定，去決定咧發唔發一個牌俾一個電視台或者一個電台嗱，王家又行出去啦。唉，一講到呢度就行出去嗱。我覺得喺呢個問題上面咧，這個特首辦咧係責無旁貸嘅，仲有一樣嘢就係當呢個特首喺呢個 HKTV 呢件事咧搞到天怒人怨，而家仲要咧係面臨緊司法覆核嘅情況底下咧，
呢、這個梁振英咧又死性不改啦，將佢喺兩年前俾小弟同埋其他呢一個議員咧，用呢、這、一個啊、議會嘅詢問令到佢不能夠實行嘅五司十四局裏面嘅其中一個局，叫做商呢、這個創商及啊創新及科技局，又要再攞翻上嚟。嗱、啊，主席，我點解攞嚟講咧？就第一，當你喺行使呢、這個特首喺行使權力嘅時候，無天下之大不韙，即係冇人會明白佢點解係會將一個珍貴嘅營業執照俾一個係有機會，而且亦都實際上咪投資咗做咗好多嘢嘅機構，佢唔俾佢，俾咗另一個係長期蝕嘅機構，嗰、那個叫做亞洲電視。嗱喺呢點上面嘅時候，呢、這個特首係無恥以對嘅。但係今日當我哋嘅要開呢、這個創新及科技局嘅時候，特首竟然間係忘得一乾二淨。淨係呢一點上面，呢、這個特首嘅辦公室實際上係冇去令到特首咧係進行一個合乎理智嘅呢一個管治。第二，主席，我相信你都覺得厭㗎啦，見到我喺度問阿特首嗰間叫做咩啊？英屬處女島公司。主席，梁振英係開咗所有特首以前唔敢做嘅一個惡例，就係、是、一個國家嘅元首係自己擁有一間不能夠調查業務秘密，係唔會向外泄嘅一間我哋所謂要嚟逃税或者係隱瞞自己嘅業務嘅英屬處理嘅公司。我無論係充錢去掟佢問佢，抑或企喺呢一度問呢、這、一個佢嘅代表啊、陳家強局長，佢都冇答到嘅，到今日仍然係一個謎，就係、是、到底佢依間咁嘅英屬處理到公司到底已經係唔要啊，抑或係已經係好似佢咁講，係用一個委託嘅方式係俾咗一個人去管啦，而家到今日都唔知道。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面，我自己切身處地，一個議員問咗五次一個特首嘅一間隱蔽嘅公司嘅財政狀況，特首竟然可唔答嘅。咁嗱，特首唔答唔出奇，佢嘅呢一個問責局長唔答唔出奇，但係特首辦本身要提醒呢一個特首係不能夠咧置若罔聞。喺我睇起上嚟，一個咁簡單嘅問題，一個全香港人都有懸念嘅問題，點解特首辦係不能夠提醒特首？乾脆答一答呢位梁國雄議員咧，即係我咧，到底你嗰間 BVI， 你嗰間英屬處理公司係點樣運作？有咩業務？嗱，如果我哋連咁簡單嘅嘢去問我，嗱，主席，我亦都寫咗信咧，去問呢個特首辦嘅啫，因為我同梁姐冇乜交情啊，唔同阿蔣麗雲議員咁話，我識佢嘅，我信佢，我唔得嘅。因為我唔識佢嘅，所以我就寫咗信去佢個辦公室嘅。但係呢個辦公室由頭到尾都冇正式去答我呢一個問題。主席，淨係呢兩樣嘢，我已經覺得特首辦真係冇幫到呢、這個特首咧，去進行一個施政嘅一個改善。好簡單。仲有一個我要去澄清嘅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梁振英特首喺佢上任以後咧，係好興咧，就係落區去諮詢呢一個民意嘅。嗱，落區諮詢民意固然係一件好事，但係梁振英特首即係我哋俗稱嘅六八九。每一次落到去區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呢一個
區裏面嘅衝突咧劇化，即係話佢係會引起呢個市民示威，引起支持佢嘅人去反對嗰啲示威者，引起衝突。咁樣想請教呢位特首，如果你係咁樣嘅時候，你應唔應該再落區咧？你應唔應該係考慮用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咧？係冇嘅。嗱，主席，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特首辦嘅疏忽，同埋而家局長坐喺度啦，問我真係要問一問曾德成局長。話說我喺大角咀向呢個特首示威嘅時候咧，去咗一個叫陳慶社區會堂。咁呢個特首落區嘅事務咧，就應該係由民政局同埋特首辦咧係去協調嘅。OK， 咁呢一個陳慶社區會堂咧，有一樣嘢係非常之令人遺憾嘅，就係佢嗰度咧係冇一啲倡導，即係係唔能夠令到不良於行嘅人咧可以直接去到會堂嘅。換言之咧，嗰一次嘅諮詢咧，如果你不良於行嘅話，你去唔到嘅。好在小弟係有人識，叫做梁國雄議員，咁佢就揾四個人抬我去嗰個會堂裏面接受佢諮詢，接受我嘅，即係接受阿梁振英喺度講嘢。喂，呢個仲係唔係要打攞油？係咪啊？你有乜理由梁振英上台之後有一個叫做倡導計劃，就係話咧喺全香港講得出嘅黑點啲公共交通要道咧，係要安排咧設置電梯或者係升降機或者係其他斜坡路，令到所有人都係通行無阻。就偏偏喺佢呢一個出巡嘅時候，就搞到有一間會堂是不良於行的人士呢是不能夠去的。你說這個是不是，我都不知道是曾德成局長的錯，他可以答，他可以答一會，到底是因為曾德成局長堅持要說特首你離親大角咀，根據我的講法呢，就是這個最好就來陳慶的了，最方便，抑或是特首辦呢？我的講法就是，即使曾德成局長的手下或者曾德成局長是咁愚笨，咁呢一個歧視呢一個不良於行嘅人士，但係特首辦應該反對啊，要睇場啊，睇一個場係點啊。事實上面，主席，我都係喺嗰度，警力大概有四五百，即係話佢哋全個嘅注意力咧就集中喺用警察去控制喺出面入唔到去諮詢嘅人，安排四五百個警察，大量嘅公帑，但係對於有機會入到去，好似我咁樣攞到張券啦，但係行到幾步樓梯嘅人係冇諗過，係非常之危險，亦都非常之肉酸，係咪一個特首政治的不正確是會令到我們蒙羞的。所以主席，我暫時講這兩點先。我也希望呢這個曾德成局長你答答這個問題，到底是因為你堅持特首呢要在陳慶的社區會堂，因為特首堅持在那裡，否則呢就會可能令這個特首呢是夢想不白之冤。我講這兩個很具體的例子，就已經證明咧，呢一個特首辦作為呢個輔助呢個特首施政嘅一個辦公室咧，不單止係唔細心，而且咧係唔敏感，唔知道咧係政治嘅不正確咧係一個元首非常之要避諱嘅嘢。嗱，仲有一樣嘢，講到呢度咧就嚟夠鐘啦。王兄又走咗去，講到佢嗰飯啦，王國興翻嚟啦，我講到你嗰飯啦，就係講工聯會被騙案，工聯會全部嘅票投落喺梁振英呢個壞蛋嗰度。初頭梁振英就話：哦，我會做呢一個標準工時立法，咁呢個工聯會梗係好高興啦。係咪？雖然間俾個票個壞蛋啫，就係做咗好事嘛。原來
而家過咗兩年啦，梁振英又揾個委員會嚟睇下做唔做得到喎。嗱，主席，你睇黃國興梗係走啦，係乜黃？呢個係工聯會，唔係蠢就係傻，唔係傻就壞。我留翻一陣慢慢講。